职业权威新的生力军哦，到底是哪位超级巨星呢？最美丽的鸟可丽，超级夜总会用心来就位，耶！干掉我，消费了，这项唱的啦，都我妹，你。什么干巴囡仔大？带干巴去屋里上啊！三三头门出来咧！替西江飞大喽！顾家家嘛，对，天天嘛拢在看电视，你嘛有在看？有啊！你今麦八点动作，到要十一点嘛，夭寿长！好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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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个！好呀！现在我聊一下这位你们今天的节目都没跟我说过哦，你这样就不对了，我们是当时没说过，对啊，来阿文的妈妈来到现场，哇，亚文老师，这次要对你唱歌，不知道不知道过分吗？真过分，我们台湾人真情好歌，台湾人全心好秀，都在英文的超级运动会北台看不到，欢迎收看超级夜总会，用心来各位，耶！中华兵你好吗？下头兵好吗？好！今天你超级夜总会来到咱这叫做巴拉奇哈，巴拉奇啊，江华义，嘿，台顶的结构小看无同款，是啊，是。继续一笔录，来你个看麦啦，哎呦喂！苗可丽拍一破的嘞，苗可丽。恭喜恭喜，恭喜小汤朋友大家好，好开心哦！恭维一定安尼吗？其实我本人恭维是安尼，演戏拢是骗人的。谢谢谢谢，哎，那个碰过，有，今日就发风水我来哈。啊，风水我来这块。无啦，因为你知影无？因为吼，平常时大家看恁是来就做委屈的啦。前头看两个做委屈的。哎，你唔知做一个人，因为安尼拢挂目镜。我个脱落去的脱目镜。对啊，很伤眼睛，所以吼，那我们其实有举办了一个票选活动啦。是是。网络票选，举手最高票就是我，所以希望我能美化这个画面。嘿丢。来拯救苍生，来拍一下破坏。是不是啊？有啊，你看。本来吼，头前那个阿妈已经挂墨镜啦，伊即马把墨镜摕落来啊。好啦好啦，我知啦。因为呢，我的节目呢，拢伫咧表情，为什么拢伫咧表情咧做？你知无？是因为呢，节目看煞直接去庙内底受惊。你拢看碰到看清楚。哦，是安尼哦，拢惊到就对啊啦。你看我袂错，我迄边迄个无奇怪吼。所以今仔日都免你庙埕。免你庙埕。今仔有白蜡烛啊。是有白蜡烛。为着迎接你来。是。这里四个早起来徛伫阮两个妖怪中。啊，希望这里画面呢，当小变化一下。是。而且，咱的节目内容小可有改变。是。马上要来安排，让大家作为大家乡亲的欢喜。轰动武林，惊动万国。是不是？重量级的天后，歌坛的卢新龙，掌声欢迎龙千玉大派。
袂离謝謝我要谢谢你啊！为什么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跟他第三杯酒，好，我探咖杯老楚。真的，我每次去做晚会，一定要唱第三杯酒，因为很喜气嘛。不管是什么，就被结婚的啦，或者是尾牙，这首歌超好的。是啊是啊，生囝咪使唱嘛。来来来，将双脚也关关。喂，那是三伯拖出来也关关了没有？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我讲一摆给你听。目屎先起起来，目屎就。啊！怎么了？好可怜哦。因为我嫁到一个会拍我的翁。今仔日是要点歌给伊听，还是要点歌要来怀念着家己的过去？不是，我要跟所有的人讲，唔通像我安尼。啊，我有若想要讲，不如卖熟识，我真正做万分熟识伊的。不敢看，你看，红花配绿叶，给我引导的。哇，美女配帅哥，你看到他都还把他车塞进来哇，哦，顶头一粒柑嘛，这个好看啊，我看我有留一粒柑嘛，给你倒掉。哎，你看，哎，橘子很喜气耶，你看那贵女拢爱提柑嘛，大吉大利，大利耶，你看。我跟你讲，这部新年不赶快就是这，都要带多少大家大吉大利以外，那你不该相亲更近距离的接触。别安那更近，过去点歌哈，啊，我要听歌，我要听歌，我要听迄猫咪歌，安尼无够。每一个人生当中啊，拢有真侪喜怒哀乐的咧。是，所以咱们近距离接触相亲，互相村来点歌，讲出心内有什么款的感受。安尼好，故事性的对啦，没错。哦，安尼我算在地记者，我先来访问一下。你来，今天安尼我马应该来提问。你行一边，我行一边。我惊看到你会惊，所以我来安抚他们一下。含笑啊，特别来一下。含笑卖怪怪。含笑啦，含笑啦，含笑啦。来，含笑。来，老卡交代你。同样一边，同样一边。哎，这真要紧啦吼，因为这点歌啊，普通我啊。阿公，我要爱听什么，其实无稀奇啊。应该讲，我心内都有什么款的故事，要甲大家分享。爱用什么歌较拄好安尼？来，加，才有一个逆场。对。逆场，你吹球三空无考啊哦。两空尔，哇，好傻傻。我只会较艰苦。安尼吼，看你的面相，充满着故事。是啊。应该呢，心内有啥物心声，想要呢透过呢《龙千羽》这个歌吼，要来呢解脱你的忧愁。哦，你超级夜总会哦，头一摆来阮石头乡表演吼，啊，要祝恁的收视率吼一飞冲天吼。哎呦，那真搞啦！点一条歌，点一条吼。小飞龙，厉害！什么厉害？这条歌唔捌听过呢。啊？就小飞龙。小飞龙。哎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飞呀飞呀，小飞龙。不是啦，这个歌这么红，怎么会你不知道？这你这像唱的啦？像唱的，你们小姐。都过话没？你。哈哈哈！条歌你唔捌听？没听过吗？有嘛？你看。你可看差不多诶。我一定要平反一下，因为安尼吼，观众朋友就讲阿伯过来这条歌，大家拢无啥知。大概认为讲我是袂晓唱歌的人，是。我感觉我来唱一条啊歌。你是怎么唱歌？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现在最需要就是爱。啊好，正面的力量。现在最需要都是爱，尤其今嘛哦，做这代志的发生。对。爱真的可以抚平所有的一切。安内塞无哥哥，咱都卖杯卖小飞龙啦。好好，看唱一条啊。卡正经。阿咪。伊爱加虾米？虾米？你看加拍烟啊头。什么加拍烟啊头？加拍去屋里上去。好啦。好啦。三十头毛寸啊呢！你母啊太凶嘞！安尼啦，我哥哥，我唱一条，你即马敢有无？
啊！你讲问人诶，你去捌到？你去捌到？我要唱一条，我无，所以我要唱一条《爱来爱去》。爱来爱去啊！真正你要唱啊！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爱彼此。阿叻，这是一位勇敢的女性，大家定有一个歌喉，你嘛要唱歌唱歌。哎，我拢唱伊第三杯酒。伊足好唱诶呢，伊十几岁啊，迄阵来甲我同台啊。对啊，是歌星呢。啊，你讲误入歧途，想去搬搬移啊？哇，是吗？太有才华了。阿叻，好啦，今天让你看一下。你好可丽哦，所以主持人的电量安尼加强落去哦，以后台顶好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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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最近啊听到要去收惊嘿，真的哦。哦，也是别创啊，我这边负责点歌，台到这个字啊，就讲因有几家伙啊吼，真正是啊，今无讲你袂了解啦。你讲，好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我讲一摆给你听。讲一摆给你听。目屎先切起来，目屎就。啊，怎么了？好可怜哦。还好吧，我爹娘。故事未讲熬成甜啦，安尼，这个是真正足凄惨的啦。后边来来来，讲讲无紧，目屎就出。哎，你别安尼啦，我来甲安慰一下啦。好啦，行啦行啦，你讲你讲。到底是安怎啦？没有，因为我嫁到一个会拍我的翁。啊？哎呦，爱是现在还在吗？人介绍是自由恋爱。以前是自由恋爱。我妈妈跟我爸爸嘛拢做反对，但是因为有小孩子啊。那你以前恋爱的时候，他不会打你吗？也是会，因为那时候已经有小孩了，他才开始打我。哎呦，啊你来看无清楚啦，你人生需要一副目镜。你这无人的，哎哎，无人的卖讲啦。安尼啊，即马情形安怎？因为伊有那翻车。他现在还在监狱，哦，很早就跟他离婚了。我已经离婚啊！啊，你今仔日是要点歌给伊听，还是要点歌，要来怀念着家己的过去？不是，我要跟所有的人讲，唔通像我安尼。啊，我有那想要讲，不如卖熟悉，我真正做万分熟悉伊的。不如卖熟悉，好像也是龙姐的歌嘛。也是龙姐的歌吗？是，我感觉吼，咱卖酒不如卖熟悉，好不好？还是要改歌。他励志，他正面的啦。我是有理由的啦，我是有理由的啦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我感觉人生呢，不如以十之八九。有时候我们碰到了困难，碰到了问题，咱就是爱去改变，对，咱就是爱勇敢。不好的代志呢，一定会过去。咱卖唱不如卖熟悉，唱一首较正面的、较光明面的，好不好？对，谢谢龙姐。所以我带来一首。祝你幸福！啊，祝你幸福！这首也好听，谢谢。来来来来来，我来唱个曲子哈，来祝你幸福。
这天气为你闪烁，天边月亮笑眯眯，红颜牡丹为你随，幸福滋味伴相随。我们宇真哦，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感受到你一句呢，最后就是幸福啊！我可不可以再讲一句话？你讲。好，因为每个人的命运呢都是不一样的，那送给大家十二字的箴言，好不好？嗯。不计较，不比较，不怕苦，不怕难，我们一起加油！谢谢你，好，谢谢。耶！谢谢，谢谢你今天的祝福，谢谢，谢谢。吴家家嘛，哎对，天顶嘛，拢在看电视，你嘛有在看？有啊，你今嘛八点动作，到要十一点嘛，夭寿长。好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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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个，哈哈哈，好呀。啊！佮有倒位要点歌？姐姐姐姐姐姐，今仔日你来个遮，一定有你心情的话。嗯。哎，有啥？用啥物心情要来点啥物歌？哦，我今仔日要来点一个《爱情无犹豫》啊。啊！是哦。我是讲，我后生吼，我足疼，爱就无想要娶阿姆吼。嘿。啊！我这老母吼，跟他讲是讲啊，赶紧叫伊紧娶阿姆。爱就唔啊，我就这老母就逐日甲讲，伊就无爱。啊，无啊，我嘛无法度，哈，无来唱一个爱情无犹豫啊，安尼好无？大嫂，儿孙自有儿孙福啦。啊，有当时啊，啥物代志吼，冥冥之中拢有注定，啊，你毋免家烦恼。啊，囡仔大汉吼，伊嘛有判断的能力。哎，安尼吼，啊，你要听爱情无犹豫哦。有啦。好，这条吼，一个我知影像的歌。什么？像？阮兜，阮母啊生的。哦，江志峰呀，对对对对，那是痴情无犹豫吧？啊，你对我不是点痴情无犹豫哦？赶快呐，赶快呐！小蛋，我想问一下，因为这个镜头，这阿姨镜头不哩严重。小蛋跟着。你是爱情无犹豫，还是痴情无犹豫？痴情。迄搭是痴情无犹豫。哎呦，安尼。我和你讲一个什么无犹豫啊？我两个我有默契的，伊讲唔对，我嘛懂你的明白。我也懂你的意思。七情不有意，江志峰来告一看嘛咧。哇哦！
姜老师好，七情无有意哈，这都要去阿西所点的歌哈，会点我们后生。同款呢，这对家弟啊嘛是互相安尼啊，互相扶持，互相照顾。是啊嘛，肯定是真照顾啊哈。龙姐对于姜志峰，成就用真悬啊啦哈，对于未来佫有甚物款的期待无？哦，我希望他就是能够再做一些哈，更能够激励人心、更正向、光明的歌曲，不但鼓励家己，买单鼓励所有朋友。是。有些歌曲哈，歌曲呢是可以抚慰心灵的。我懂。我当时啊，对我跟他碰过讲啊，咱来听到一首好的歌曲，会和咱的想法完全不一样。对。像一首《坚持》啊，对不？每个人一唱就会觉得说啊，我对我所做的代志哈，我都是爱有始有终，有头有尾，不要怕困难。不过应该安尼讲吼，因为我有一个足好的妈妈，甲足好的姐姐，对他们无时无刻吼一直甲鼓励，所以我人生其实是就正面思考。是。现场佮有甚物朋友有甚物款的问题，做你尽量来。叫一打来，有一打。对对对。要卖白蜡哟。我来卖白蜡呢。嘿，安尼好好，开舞台顶，开舞台顶。我把它做碎了。来来来来来，开。哎，哦，你安尼就辛苦的呢。你故意把它拢搬起来，哦。哎呦，做好假挂的，做碎，做碎。哇啦，起码卖把它拢安尼卖哦。下头。来来来来，好讲回去。阮下头的把它吼，佫介碎，佫介甜吼。有影真碎的哦。所以还佫脆，佫甜哈。啊，希望大家来食把它一个。真好食的哦。你敢那意外的呀？这么大粒吼，系啊，哦哦，真水呢。这边阿姐你种芭乐呀？我无种，我咧卖芭乐。啊，你咧卖芭乐？哦，生意好不？会使，可以啦。会使吼。啊，你芭乐安尼打咧，今麦要来点什么歌？我诶，我希望来点一条吼啊，甲芭乐有关系的歌曲。甲芭乐有关系的歌啊，我知。嘿嘿。巴郎的遐久呢是唱，有巴郎，那是巴郎。安尼我想着啊，你骂我，你骂我。巴郎的性命，那是巴郎的性命，巴郎的性命，那种巴郎啦。哦，别大家来，来，嘿，巴啦巴啦，巴啦啦啦啦啦，嘿。来，你都离遐咧起身，你真正是哦。我都唔知喏，穿片片，我个迄好嘢怎啊降级？
叔叔你嫁翁袂袂个嘛？嫁翁也袂翁。对啊，新官贵会嫁翁。哎，啊好，我讲。哎啦，这简单啦，这一定记住呀。好。拜托我扫几波扫好啊，搁你弄弄倒，但你是咧即马是咧安那啦？但你是好，你看你，你即马是你是外官呐？你看你安尼，哎，我讲拢看无你啊，乌白龙，真正是哦，食甲几岁啊？拜托诶，食几岁算有你诶代志？啊，我诶代志，拜托诶，我诶代志，你就是苗可丽，即马做人真洋气，金钟奖去互杀去。哦，有啥物了不起？参像你即个查某遮尔啊歹嘴，毋免来问神官当机。你讲我歹嘴，拜托诶。我以前阮迄个翁吼，都无讲我歹嘴啊！恁翁有讲你歹嘴哦？我咧讲你即种人就歹嘴，你应该离婚啊！吼，亲像你这查某开嘴都无好话，你若褪裤放尿都分相车，空中变数刚放下去完结。哎呦，哎，这个人嘴呢，这么歹啊！这种人来咱家啦，紧来甲赶出去啦！哎，小姐，拜托，阮家无欢迎你，你人要走，紧走。你唔知我是虾米人？我知影你虾米人？拜托，你根本唔是人啦！吼，生到迄个样，要惊死啦！苏兄，师哥。哎呦，啊！师哥。啊，苏妹。去！你是师哥，你是朗诵，师哥朗诵。你跟差不多，我拄好跟你交代，讲我出门买都是伊的。啊，无啊，伊拄好讲林青霞，伊也毋是林青霞。啊，娘哩，林青，你把酒拖入去成林青霞，这真是泰国虾。阿边呐，惨嘛啦。不是的，阿边呐。哦，我拄好明明跟千交代，拍摄拍摄拍摄，苏哥苏哥拍摄啦，哦苏哥你有够乖的啦。苏哥才无三箍。安尼哦，诶苏哥你足水的呢，你看十八岁呢。你看要嫁什么人，拢随在你嫁，拢我你拣。那是苏哥作祟，暗时啊拢食鸡腿。哎呦！哦，我跟你讲，以后做代事爱细腻。好，拍摄拍摄。看人目睭唔通大细腻。对。啊，若无念伊，你就出代志。对。你还怎讲？七斤姜。对。开姜的人是我的师兄伊。师哥。师妹。我来给你恭贺。来给你恭喜。根本啊，替西姜。请。啊，我吼时间要到啊嘞。信徒伫要来啊！哦，今日大家嘛咧满满满啊！有影吼！我今日来就是要看师兄你办事的啦。不啦，心明办事啦，我哪会晓办事？啊，当然嘛是爱照你的嘴，照你的心。来，你也坐，你也坐，你也坐。来，姐姐，好。办到伊啊啦！喂，那是苏哥啦！哦，你想我袂来呢？我是苏哥。你师傅唔帮帮苏哥，我帮唔着伊啊！苏哥非常无辜，苏哥都无咧办代志啊啦！喂！喂！苏哥，慢者！哎！伊甲我绑者，我就要吐灵！我咧一车生的，一吐灵！吼，你死无大无细！把这病啦，带来死！把我的师兄啦！帮我师哥，恁这间公司当时才要上班呐，敢若起价起遮久，擘着目睭啊啦！哦，师傅来啊，师傅来啊，师傅尴尬。哎呀，烟斗啊，搁会跳，迈个这个手，众生接驾了。林立，啊！头前看到歹物啊！哦！什么物件歹物啊？伊啊里头，只要你猜一下。猜。什么啥啦？用麦克我接。无啦。哎，你家己的啦。
我拄仔咧搬椅啊，你怎向阮坐哩个？哎，去吐掉啊！太主哦，什么人？阮迄石头的大家长吼，肖如意吼，乡长讲有事请教，最近真如意安尼啦。乡长呀，乡长啊，请。你要抓零，要抓砖头啊，抓半头。要你要抓零啦。啊，那请签名。今日要签。签名签字啦。啊，你写诗为因报来，我听看卖。四啊四二九六月七十。你今朝就是讲。大家真正哦，非常的热情呐、啊，谢谢你们呢。啊，都讲嘛，唱得很卖力啊，你吼。诶，我讲会到，做会到。你既然啊，一旦歌声甲现场的人拢结成缘，安尼好不好？我嘛物件拢甲你结成缘，好不好？一卡呢？哎，拢白去啊，拢白。啊，来这件衫有人讲伊无？惊到啊吼！啊，拢要等伊困啊！哎，私底下才提啦。石头乡是母爱故乡，全国所产的80%拢石头制作的。啊，我上重要，今年的母啊，咱的内外销。小等，我咧处理一个车祸咧。我今麦无个吵，今麦无个吵吼。今麦已经出去啊。耶，好，你讲讲。就是今年母啊，内外销。我知啦，后壁。啊，未来发展。安尼好。你讲你住倒位啊？我住陈老官石头乡东营村，到了刚好十号，44年住。哎，几月几日啊？6月7日。住宿。第一，什么情况咩？103-6488。你住拢忘记啦？你假吐？不是出国啦？不是我。我跟你讲，这代志真简单。是。咱这不会啊啦。哎，进入去了后呢，只有时间浪费。不会啊。三太粗，不是穿的袜子啦，穿的袜子啦，穿的不是穿的啦，是穿的啦，是穿袜子，伊是穿的袜子啦。袜子，你是袜子，袜子，你唔要讲我。我明明知啦，我知啦，我知你变阿白，我生气，你咪讲我。好，卖生气，太粗卖生气，太粗卖生气。太粗囡仔醒啦哈，你想啊？我小主意，想我就主意。哎，对，有扎糖啊来无？有啊，来，你有吃糖啊？来，有。太祖爷公爱吃糖啊，来，爱生竹啊。有，吃。三两粒。你也听话，两粒啦。你明明多龙切的看到你。哈，无啦，嘿，我钱拿来啦。你讲这袜啊？丢，你穿的袜啊？你穿。喂，他唔丢皮。伊咧，其实无差啦。一扛叫上我都穿贵，你扶我贴，你金爪贴，来，还个金爪呀，无用的，哎，扶我金爪，来，闭来，闭来，我给你贴贴你，是，直接来贴上去，你来处理，你问我要问啥啊？今日你金头卡，你想啊？我小主意，我知啦。你的心情好咩？103-6488。是，写在监管。写在监管呐。写时阵哦，你的名嘿，你的名身份证，住所，心情好咩？生死未知，那个人呢？那个人。就这样，个住进心情好咩？阿丹哦，你莫拿在笑的时阵，我咧心啊，真心。啊，清明！你讲安那？小主意，写真清楚的，真清楚的。名、住所、生日、月日、身份证，我签名，你签名。是。身份证号码写写，对天啦，哪个人呢？东南方，啊，哪个人？最近五点，哪个人300呢？要求这个五路在行哦，来给你下头用刀下手，然后你提起你附近的这土地公庙，给火化掉，安尼下头乡将来来消化消，两消东翁啊！哦，太强了！安尼
兄弟，你要叫走哦，师傅改，你要叫走。阮那个太祖安尼吼，祭祀了吼，等于吼你安尼照讲照行，是，吼，一定是妥当的。嘿，好 ，OK， 恭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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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祖啊！啊，我著拢演歹人吼，我今日演演带一个迄落世间情，我演歹人个啊。哎，这这这这这这，来来来，佳姐佳姐。哦。有啥物问题吼？看要如何处理？太祖啊！太岁啦。伊讲吼，伊拢演歹人，困扰真济啦。妈，你甲处理者。我知啊，我嘛拢演歹人咩？哦。哎呀。你拢演歹人。伊拢演歹人。嗯。诶，一届尔啦，就一届啊。郭佳佳嘛。嘿，对。天顶嘛，拢在看电视。啊，你嘛有在看？有啊，你即马八点动作，到要十一点嘛，夭寿长。哦，我感觉就气晕了。因为收视率就好个啦。啊，你主要要问啥物？因为我拢安排人啊，所以我最近哦拢困袂好，我唔知要安怎才好啊，所以来请教一下。我甲你讲，我哦以我过来人的身份呐，我以前嘛拢安排人，等于嘛拢困袂起。后来咧，我安那哦，我等于哦都抄心经，抄完心经了后，我都念经，念经了后，我甲你讲，我求忏悔，我就会安尼哦跪来讲，我是郭佳佳。害的人吼，我真正是对伊不起。啊吼，哎呀，一寡看电视的人吼，拢吼因感觉讲吼心情足无好，足退啊！我真正吼歹势，我吼你真吼实在啊，请你原谅我。哎呦，好啊！哎呦，这个是好呀来啊！啊，好呀来！好呀，好呀，好呀，好呀 ，K 哥。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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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好呀，又好几时吃水？这个真好呀！哇哇哇哇哇哇！哇！哇！伊是咧讲啥？到底这只是啥物？你嘛甲反一下。你输嘛？你功力非常之深，伊讲啥你甲反应起来？叔公，这个靠你啊啦！喂，哥哥，听令！哇哇哇哇哇！那拢退到退噶，加厉害，你都讲吧，都讲吧，来拍拍过来接来。耶！你六个月前来电听唱歌，一个人讲恁等我。六个月后，咱今日来到伊的故乡，隆重开邀请登来咱斗阵的舞台。这段时间伊拢在做啥嘞？
真久无看到亚文老师伫这个舞台上啊、哦，大家拢真思念伊，对不？这日子亚文老师除了尽心调养伊的身体，嘛真注意社会上发生的代志，并且嘛付出伊的行动去关怀哦。提早等来超级夜总会，带来更加正面的力量，给大家结善缘。今嘛，好咱对到亚文老师，一起走向充满阳光的零星宫喽！让我们一起欢迎慈善天后詹亚文。老师好，光光好，老师好，可丽好，可丽好。
您拢叫老师娘呀？啊，这位菩萨你好。哎呦，菩萨多。啊，哎，菩萨这位仙姑你好。是。我有一个要求，唔知会使替所有观众朋友甲你要求。系。足久无看到啊。是啊。会使我甲你揽一下无？啊。这位信徒哈，今日菩萨无用哈。哎呀，那袂用。掌声鼓励一下。谢谢你，苏连家呢？哎，感谢感谢，谢谢啦！咱所有乡亲士大，啊，恁也未困哦。啊，大家真正都是单立。我讲哦，真正大家真正哦，非常的热情呐，谢谢你们呢。啊，都讲嘛，唱得很卖力啊呢吼。我讲会到，做会到。恁既然呐，一旦歌声甲现场的人拢结成缘，安尼好不？我嘛物件拢甲你结成缘，好不？好，全部给恁，好不？这秋季呢？秋季啊，即我国外买。你有什么义卖啊？是？是安尼，我物件送你，啊，你家己去行善，安尼好不？好。但是一定爱行善哦，吼，你家己爱提起爱行善。哦。一卡呢？哎，弄白去啊，弄白去啊。这只哦。你抄书啊？提提起来。什么抄书啊？老师民俗风呢？现在很流行的。啊，来今年衫有人介意不？对对对。掉啊吼！他拢要等去困啊！哎，水底下才提啦！哈哈哈哈哈！今晚我来邀请几位，安怎啦？我，恁今仔日的节目拢无甲我讲过哦。恁安尼做唔对啦！当时捌讲过。掉啊！来，阿文的妈妈来到现场来。哇！今仔日阿哥的辛苦，妈妈的辛苦边。唔好听过阿门啊，对妈妈讲出心内话，来。成功。系。麻烦你，啊！你今晚请客，我请客，我俾他处理。所以随缘咯，吼！所以我就希望讲，大家呢将爱传出去，爱心一直传，安尼好不？安尼，我教我迄个委员，我教委员。哦，安尼好。好不？委员。麻烦你，你去处理，你去派人好委婉做的哦。我去处理，我去处理，哦，我去接的，我去接的。哦，边个边路啦？哎，是是是，哎呦，感恩感恩感恩。麻烦你，谢谢，谢谢。那退掉哦，去做一点小善事，例如 seven 买当六钱呀，对，啊，去关系一个关系你信任的主神单位，或者是你感觉讲啊，我无想要捐钱，我想要身体力行都 OK， 好不好？那只是希望会当提倡大家行善是一种时尚，行善是一种流行，安尼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各位来，其实姚文老师，半年啊呢吼，嘿，无停机的，做善事拢无停过啦。好，报纸新闻咱拢有看。我咧去灾区去讲煮饭煮菜啊呢，吼，你真的是身体力行啦。当然，姚文老师做足济好人个啦，吼，啊，大家忙真关心你。谢谢。你这段时间，厝内边的人。有特别给你鼓励的，爸爸妈妈干那希望我会当休困，有啊，你就休息吧，因为底下个大家报告哈，全省所有的这歌迷大家拢真，我只是会当讲，恁让我感觉足甘心的，就是除了真济人寄啊寄符啊寄药啊寄真济加鼓励的话以外。真侪人嘛一直关心开刀未，肿瘤即马安怎？啊，我甲大家报告，恁放心，我定期拢伫台大咧看。啊，即马医生虽然唔敢开刀，但是我定期咧甲观察，如果伊若恶化，咱就赶紧来处理；啊，若无呢，希望讲会当跟他和平相处。啊，所以希望大家不要为我担忧了。无代志，无代志，用掌声甲加油啦！这才是咱这在地人，都是石头。是哦，嘿，老师是石头人哦。嘿，我石头出世的。厝内边的人，我拢伫台中，拢住台中。嘿，我是伫台中大汉的，啊，但是我是伫石头出世的，所以这算起来是我的故乡，心内的一块吧。哇，我永远都是会记你讲，我是石头囡仔，砖卡囡仔，谢谢。今天有几位有些人对你真照顾的人哈。特别讲你跟阿故乡，伊特别要来看你哈。来，咱来欢迎亚文的阿哥，阿哥哦，欢迎阿哥。阿哥哥勇敢敢，阿哥来。
哎呦，阿哥该够神了。哎呦，哇，你两个跟他双胞胎的嘿。芭乐有看对了，阿芭乐吃。哦，也爱吃芭乐哦。有啦，没有没有，谢谢啦。这可能无啥够本啦吼。老师，别给我讲闲话哟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莫米饭。现在是结善缘是一种时尚哈。是啊。好好推广。谢谢阿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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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段时间你有烦恼无？哎呦，这边的。哎吼。哎呀，嘿。你烦恼啊？你烦一直个照顾，一直个。身体都家己都爱保重。谢谢。哎呀，阿哥嘛保重。好，才有谈讲吼，爱食咧唱歌，对吧？是是是，啊较无定一下，好，谢谢。那我们有啥物要甲阿哥说下者？互长辈时代烦恼是我上大不孝，我只是希望所有长辈时代，恁身体拢健康平安，对啦。啊，是说啊，我如果若讲有倒位做较无好，尤其是身体方面，我拢感觉啊，虽然啦吼，啊，只是只要活咧一天。我就希望家己用家己的性命，会当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，这才是我上大意愿。对对，谢谢。身体问题其实不是讲家己烦恼啦，出面人烦恼啦，是大人更加烦恼。是。啊，好是大人烦恼，都要阿木头讲，安尼是不好的行为。所以起码我要邀请几位，安怎啦？无，哎，恁今仔日的节目拢无甲我讲过哦。恁安尼做唔对哦。那是当时捌讲过。对啊。来，阿文的妈妈来到现场来。哇！欢迎。哇！哇！我妈妈。三个姊妹安尼呢？阿嫂啦，阿嫂。素脸出门，阿来即马中尾好。哦，原来这是。这就当你有安排啊！那阿文老师，你真的不做不好啊！我做不好，是。你安尼无提一张给你病患的鞋啊，给你妈妈穿。你真的做不好，你。对啊，你哪会这样呢？来，妈妈，妈妈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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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捧在家了。车嘛，你就搞诶，先这查囡有够搞，那真厉害啦，真搞啦，佫真有爱心诶。妈妈，你就搞改呢？我唔捌，唔盲讲话，囡仔偌发偌年发展，我只是希望伊身体搞啊过好吼，啊有能力去帮助别人安尼哈，希望伊永永远远拢好都帮助别人安尼，安尼我就欢喜，就满足。咱不想只听阿文老师咧个教化别人哈，今仔日阿哥的辛苦，妈妈的辛苦边，唔捌听过阿文啊对妈妈讲出心来话，来，我来讲，今嘛小雨小夸落雨沙吧，哎，小夸咧落都对，这个雨沙吧。予我会记哩，细汉的时阵，穿一领雨帽，穿甲破。迄时阵个性较倔强，我甲妈妈讲，我的雨衫已经破，你拢无爱甲我买一领。妈妈讲，你即顶过日啊，滴嘞，多发多将破的所在扎嘞，无人看，阁袂压着雨。我甲妈妈讲，什么时代啊，阁有人咧滴过来啊？所有的同学，大家拢有上水的，何么干啦？我无破气啊，阁袂当买，干啦会当叫我滴一张过来啊？即摆想起来，我足惭悔。细汉若唔捌代志，是我不好。即摆我只是希望，我会当将家己的身体、身体力行。行善利益众生，和所有的朋友，大家拢会当行善，有效及时，袂当等，袂当慢。这是我对我的妈妈、对我的爸爸上大有效甲敬意。谢谢妈妈。好，时代好，时节好，互相拢爱真保重，为着对方来保重，这是上界要紧的代志。友好爱及时，都只阿文老师所讲的话哈。亚文老师，最近哈要叫你唱歌，唔在才唔在，较过分无？真过分！
你看人哭到安尼啊，敢会当我唱是无？你若要听这掌声，你家听看卖。一定要听啊！你大家真有爱心嘞，因为大家拢要结成年呐。好了，谢谢啦，开开玩笑。其实吼，我感觉在这个所在一种幸福，是是。一旦看到我们老师跟到伊的妈妈，跟到伊的亲戚、他好朋友，然后亲情是永远上歹放下的。其实我嘛足惊来中华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妈妈是，我妈妈是波涛人哦。有一摆，我伫彰化市主持一个晚会，主持煞去边仔夜市食上啊肉羹，一直食一直流目屎。迄头家讲，孙阿真正这么歹食哦。我讲唔是。我这肉羹的味，跟阮妈妈煮的一模一样。哦。哎呦！今天阮阿姨有来，啊，阮阿姨佫讲母啊生个上神，伊过来下头，过几落十年伫遐才种白啊。我来讲伫遐这所在，这个感情足深足重的，啊，所以看下你我足心酸的。那边阿姨就提巴拉来分到大家，我要收回收的，我回收的。啊，来啦，来啦，艰苦吼，心情小放一边。是。哦，哎，我们老师，今麦也可以唱歌好过分无？但是谢谢啦，大家若讲无气嫌，我会永远唱歌给恁听。八个亲的到。谢谢杨老师，哇！
谢感谢妈妈阿哥，谢谢感谢感谢哈。阿伯，莫只吐坐一张就好啦。对啊，哎，拿来环保。老师无时无刻都在种善的种子。其实我感觉咱人哦，人生就是安尼，拢咧斤斤计较，你知哦？为了哦，阿你嘛是当生啊。老师拢送人物件，你卫生做好一点啊。伊话人格，一张就算足大张啊。这个囡仔呢，在两年多前，伊都发病了，迄都是一种出血性的那种水痘。哦哦哦，医生讲迄是无救啊，迄真危险呢。危险，伊的妈妈就甲讲，讲你只要躲过这一关，你只要性命搁倒转来，你要做啥物，要学啥物，我答应。那真正是真有志气，这个囡仔。在这里生病的期间呢，自己已经非常难过了，还一边呕他的管弦乐。那在这个期间呢，妈妈也发现自己得了癌症。哇！现在是要姚文老师先心情放松，好啦，因为最近做真侪善事。哎，不敢不敢不敢。拢咧发现社会中一寡需要帮助我，哎，很棒哎！你知道我曾经听说过，我们人生其实就在种种子。有的人讲啊，我来拢食着苦瓜，因为你拢无种西瓜，你拢种苦瓜啊。我们要自己健康，我们要帮助别人健康。咱要爱有钱，咱要先还钱。有的人讲哈，我都无钱，要搁还钱。你有时候好好帮老板工作，好好的做一件事情，帮助别人赚钱也是。你讲我知，我丢干嘛？布施你的正面力量，对，你有回收你的正面力量。我觉得老师就是，我跟你讲，老师你身体无。问题啊，真正真的，那个能量太强了。我刚才看你头毛变，你是为什么变大只？你哎，但是蓝色的确是很好的能量哦。对啊，对啊，对。谢谢，谢谢。老师今天也来哈，佮发现一盏引力至今向上的故事。是，对。伊住伫田中，这个囡仔呢，因公是在死路一条的时候了。哇！医生是。很安尼个救回来，很安尼个急救，一而再，再而三的急救他，才让他从这个鬼门关呢躲过了一劫。哦，在两年多前，伊都发病了，迄都是一种出血性的那种水痘。哦哦哦，医生讲迄是无救啊，迄真危险呢。危险，医生讲迄是无救啊，但是伊的妈妈就甲讲，讲你只要躲过这一关，你只要性命搁倒回来。你要做什么？要学什么？我答应你。拢支持。嘿，伊就讲妈妈，我一定会回来，因为我想要学萨克斯。哦，管弦乐，哇，那金牌哦嘞！他几岁意志力这么强啊？他才国中而已，国中现在已经国三了，所以两年多前发现的时候，他硬挺过来，而且真正是真有志气，一个囡仔在这里生病的期间呢，自己已经非常难过了，还一边呕他的管弦乐。那在这个期间呢，妈妈也发现自己得了癌症，所以妈妈今嘛等了化疗啊，他们已经无啊，虽然是。一点给他摸，但是对伊来讲，伊讲我爱带我查某囝出门去表演，去多表演，去孤儿院，去老人院。我希望我的囡仔性命已经保掉了，我来赶紧来报喜，我来爱去甲大家结善缘。这对母仔囝今天来到咱现场啊，大家欢迎一下叶嘉琪甲叶妈妈。叶妈妈好。主持人好，各位现场的观众大家好。这位就是叶嘉琪小妹，跟大家问好。主持人还有现场各位来宾大家好。哦，可以来做拜啦。对呀，很有朝气耶。但是想象不出来，曾经抱一段时间，伊共共要失去伊的性命。对，而且伊上爱唱歌，但是呢，自从出血性的这个水痘长了以后呢，伊完全是无法度唱歌，伊声嗓整个都是破掉的。它会伤到所有有黏膜的部分，对不对？对。哇，那你其实嘉琪小妹妹，你心里面想的是什么？我要好起来，然后我要为大家吹奏更好听的萨克斯风的曲子。就是一个信念啊。支撑你这样子克服的命运，好棒！上艰苦应该是妈妈。当当时妈妈的心情是安怎？是用什么款意志力经过那段上痛苦的时间？当初我听到医生讲，嘉琪得到是罕见的疾病，是出血性水痘，而且伊十多年前
伊捌救一个囡仔，也毋过三天就无去啊。伊甲我讲，你家己心里也有准备。也毋过，正是要去你插管之前，伊有等一句话给我。伊甲我妈妈，我一定活起来，因为我知影你袂当无我，所以我相信叶嘉琪答应我的代志，一定做会到。嘉琪，你那时候年纪这么小，你为什么会有那样的一个力量？就觉得妈妈，妈妈在，你觉得妈妈在那里，你一定要好起来。很多小朋友其实没有办法有这样的想法，哎。因为我想要一直陪在妈妈的身边，然后用萨克斯风演奏出最好听的曲子，也是献给大家来听。啊，你想要把那个爱延续出去，对啊。那在这里，我希望哈，咱所有现场的好朋友、乡亲、士大，咱来做一项善事，好不好？哦，不管你信任何的宗教，咱好好来安尼祝福这对母仔，尤其是妈妈呢，即马也癌症转移了。那我只希望大家，咱来集气，用咱的心念，甲祝福讲，她能够身体健康、平安，好不好？好，祝福你，妈妈身体健康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我想今日这个故事会有真侪人得到真侪这个启示，希望大家呢真正支持，咱祝福，咱也咪得到迄个福气。今晚要有嘉琪甲老师恁两合作的，以萨克斯风提来，好吧？稍等，稍等。安那哩？第一，在这个同时有一笔现金送来现场。哦哦，是哦是独家。刚刚老师的视频，亚文老师，老师你的视频已经卖出去，卖出去了。好，总共卖了22,000。谢谢啦，谢谢谢谢。我阿爸给收起来哈，给做到收起来。好，阿拉家看不了再处理。好，我们就捐献哈，慈善单位哈。谢谢谢谢。好感动哦。好，今晚恁两位生命斗士。安尼，咱心情真快乐哦。你得分一个较快乐的歌哦。什么歌好？在杨文老师的心情歌咯。心情歌咯。心情歌。心情帮我跟上，破声啊，吹落起来。Yeah。
师，感谢妈妈，感谢所有观众朋友，感谢电视机，感谢观众朋友以上，好，礼拜再见的情况，超级夜总会，拜拜。